谁不希望平平安安过一生，谁不希望生活凄惨又缤纷，谁不希望快乐幸福一家人，谁会想到事情就这样发生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残忍，有时候幸福就是不敲你的门，有时候脏话就是这样做了人，坚强强大人与我们总有过程。相当的遥远，但是呢，你们所受的苦难在我们的心里是没有距离的。希望这首歌能够激励所有的朋友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残忍，有时候幸福就是不敲你的门，有时候造化就是这样捉弄人，天将将大人与我们总有过程。谢谢，再次谢谢梁导带领梁山伯再来。